当地产地用汽车啦。今年大陂乡三吉社区的稻草文化节，配合2013分林农业博览会的举办，唔那是规模扩大，内容嘛真精彩。为着要设计一个无同款的迎宾舞，邀请王小米老师来设计。把那个儿童的这一种游戏的概念，然后把它带进来，然后呢去引发一些创意的动机，然后融入当地的，像他们有草编的作品，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比娃娃。这个创新观念的稻草舞，整个舞蹈搭配轻快音乐，并且模仿稻草人的动作，尤其是衫裤的打扮和彩妆。结合在地稻草文化，那因为我们想说不要让他们看到的就是传统的一些元素而已，就是有一个创新的改变，所以衣服上面的那一些的就是剪裁这个部分呢，是融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流行，可以趋近就是年轻人能够来就是看这样子的一个稻草文化的一个作品。28号除了稻草文化体验活动以外，下埔社区将盛大来举行102公尺稻草量的点灯仪式，或整个稻草文化节的活动进入最高潮。那稻草嘞，我都将咱的这个做一挂哦，再创意艺术品哦做出来呢，好嘛？尤其咱这农民呢，从有需要来看。各式各样的稻草变化出来艺术品，从原本和大家当作粪扫的稻草来甲变黄金。大陂三吉社区是森林农业博览会重点行销的景点，配合森林农业博览会举办。今年的大陂稻草文化节，要予大家升到明年的3月。稻草啦！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